我与明玉商量过了，苏家还有一处老宅空置着，我们打算把它改成善堂。那太好了。哎，你平时言必称苏公子，何时改口叫明玉了？快跟我说说，你们俩是不是算私定终身了？ 这苏明玉倒是靠得住，他若敢负你啊，我就打断他的腿。我虽舍不得，但是也多了你这个娘家人。